哪款游戏能够开后宫？哪款游戏可以一夫多妻？40多位女性同时娶回家调教，亲密度达到一定数值，还能解锁各种姿势。和妻妾生下的孩子，不同的培养方式，孩子会往不同方向发展。没钱就去江户城开店，特价拍卖的余店，升级改造的温泉店，把店开满整个江户城，你就是江户城最靓的男人。有钱、有房、有女人、有孩子，下载富甲江户城，什么都会有的。 不用下载，点击即玩哦。
Thank you.